各位 Canemy， 大家好，我是达琳。Canon 掌握流行趋势，以影像技术发展出大型的输出设备。今天我就要带大家去看看五款最新发售的大图输出机，还用最新的列印技术跟设计人做结合，还使用不同的媒材，到底这些作品有多厉害、多惊人呢？跟着达琳我一起去看看吧 ，Go！由台湾第一个地方来发表我们全新今年新的机型。那除了继承以往的 Pro 系列的设计之外，全新系列的大尺寸印表机采用创新的全自动纸张处理流程，简化工作流程的软体解决方案套件。那全新的 Pro 系列的高品质印表机，我想会非常适合印刷招牌、美术、摄影师对等等对高品质要求以及能够提供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商品。负责商用影像解决方案部的高桥，今天发布了新产品，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好的品质还有功能。展场当中，这幅莫忘初衷的日式屏风最让人印象深刻了。用特殊的墨水让色彩密度上升，把金色还有黑色做出强烈的对比，使华丽感大大的提升哦。以独家的12色大图输出机，才可以印出这样子华丽、栩栩如生的作品。结合不同的媒材，表现出跟以往不同、更细腻的色调。这样特殊的媒材，还可以用在天花板、地板、墙面、白色的挂画当中，都可以细腻的呈现哦。是不是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细腻还有情感了呢？不只为摄影师还有艺术工作者带来更直觉、更人性化的印刷技术之外，也带来更细腻的工匠色彩。持续关注 Canon 的粉丝团还有官网，达琳我还有更多的最新消息要带给你哦。Canon Delighting Always。